这儿？我还在问你呢，你是从哪儿进来的？嘿，看不出来你胖胖的啊！你给我滚开！其实还可以的。中介怎么不接电话？哎，肚子好饿呀！麻烦你看看现在什么情况。我肚子都已经咕咕叫半天了，你是不是没听见啊？你闭嘴，快点接啊！衣架上那些衣服，都是你的了？还能是谁的？你不会是连内衣？蓝底加上小点点，还蛮适合你的。你别说。说话。好啊，那我先回房间了啊。啊，对了，工具箱，你背上有颗痣哎。你这个流氓，你信不信啊？怎么了？又想起来打电话给我？你是想骂我吧？肖春离家出走了，你到底要折腾到什么时候啊？这你也怪我？这可是他自己的决定，你还让不让人安上了？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次你错得离谱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这是功是过啊！你快点搬出去吧。你要我搬哪儿去啊？这我不管，总之你快搬。你凶也没有用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你不怕我告诉你女朋友啊？我单身狗一只啊。就知道谁会看上你啊。我没办法跟男人住在一个房子里。那你搬出去啊。我谁受不了谁走就好了。别搞错，这房子可是我先租下的。可我也是真金白银付了租金的。那我退你钱。那就按合同上写的，赔三倍了。三倍？你这是摆明了欺负人吗？哎呀，你先回去把饭做了吧，我快饿扁了。吃饱了再考虑搬出去的是吧？真的？那快走。作为房东呢，我确实有点对不住你。不过让你搬是为你好，同样的价格能找到的绝不比这儿差。跟人挤多难受啊！你用嘴做饭的？就。进来。我怕你晚上口渴，给你送杯水来。谢了。那我把水放哪儿啊？放那儿吧。这里。怎么样，我做的饭菜合你口味吗？盐放太多了，少放点盐，你的脾气会变好。哦，知道了。原来我性格这么豪爽是因为盐吃多了呀。真相。我还以为自己天性是这样，看来以后要吃的清淡一点。行了，回去吧。那我先回房间了。搬出去的事情你可要好好想想啊，这对你来说是有很多好处的。知道了，回去睡吧。我走了，你好好想想啊。嗯，我就先不打扰你了。这里真是不错，还有个年轻的保姆，一点不比家里差。哎呀，以后谁也别想阻挠我了，我要自己闯了，闯了，去！
竟然跟个男的合作，而且还是这么个倒霉货。啊！拜托你了，一定要好好想想，一定要好好想想啊！你昨晚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今天是个很重要的日子，这种事先放放了。啊？什么重要的日子？快要迟到了，你骑车带我。不要，你这么重，我哪儿带得动啊？你来骑。哎，你白长一身膘了。说什么啊？好了，坐好。你孩子就该坐后面。手抱着我的腰。啊。这就出发喽！出发喽！骑车带人还挺好玩的啊。新车就得意成这样，哦，哎呀，这新车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！这引擎声像狮子吼一样震撼啊！哎呀，没开过新车怎么会懂呢？你看，那副自以为是的样子，你妒忌啊？开玩笑。妒忌你可就输了，这话要是别人说我早揍他，但是你说出来我倒不怎么生气，谁让咱们是铁哥们儿？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我们怎么不是对手了？我和秦轩完全就是竞争对手关系好吗？怎么样，有没有人报名想试试新车的啊？报名的举手啊。这有钱人家的大少爷就是趣味独特，不就是买个玩具吗？还招摇过市？谁说是玩具啊？我看你是嫉妒吧。在我眼里，你这车也就跟小朋友拿在手里的玩具一样。有本事你就来试试我的车，看看到底是不是小朋友的玩具。哟，这么说你是要和我比比了？我可是 FRT 的 Number Two。哼，看来你很想当 Number Three 啊？到底排第几？比过才知道。秦轩，你说怎么办？接不接？那就来三圈好了。三圈就三圈，我看两圈就够了吧。三圈就三圈，我今天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赛车。喂，算了吧，你这辆新车还没有调试磨缸呢。林姐，你就等着当 number three 吧。小春，我要是输了立马搬出去。你认真的？我没打算搬出去，我一定会赢的。可肖纯是个门外汉，更何况他的车都还没有调试过，你快出来劝劝他们，快点啊！经理，不才告诉他，林家要和新来的那小子比上一场，您可得去劝劝呐啊！你快点出来啊！怎么着，这个小牛犊去叫板老虎了？哎，肖纯开30马力的赛车是第一回吧？他分析赛道的速度很快，第一次开已经算是不错了。林健现在就像是一只张牙舞爪的猫，而肖纯是一只乳牙锋利的狗，我觉得有看头。秦轩这话
厉害。关键在于控制转速。萧纯的卡丁车是全新的，还没有过磨合期，连调都没有调试过。